练毛绒单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没有好好的练过，所以就这两年开始很认真的在练功。那我觉得呢，这个是给大家一个鼓励，就是说，不是说这个我从小芭蕾舞要从小练。如果你现在成年人了，你觉得希望有这方面的要求，需要，还是可以练的。所以今天为大家就是演一下那个九儿，而且施老师现在在正好成年班也在教这个，所以同学可能看到有一个图片已经在施老师班上，可能看了会比较熟悉。如果跳了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可以提。等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
像那个练舞蹈就是舞蹈给你一些东西，我也存在不注意表演，就是可以用我哋嘅標準嚟做，食得好噶。哎，時間啦，大佬。他演了40多舞剧，演了80个角色，所以他这个舞蹈来说，就是说我们怎么讲，可能舞蹈有的时候并不见精纯或怎么样，但他对你的身体的好处是。放在 reserve 里面，这个租金呢，因为每年都调整，那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有钱呢，应该啊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到今天的那个吃呢，这个庆生会啊，跟这个 Mother's Day 的 celebration 啊，我们是免费，是我们对大感谢所有会员对我们的支持。一点心意，这是董事会通过的，谢谢。亲人，只有他的热情，也把我的心。
厨都是非常感谢你们。我想请 Sammy 讲几句话，介绍一下你们这些。我知道 Larry 你做的什么菜啊，真的。大虾。哦，我做的那个虾跟麻婆豆腐。上头饭。介绍一下你好，对，介绍一下您的大菜。Rose Pork。哇，好棒，看到 Rose Pork。哦 ，Rose Pork。还有谁？其他炸鸡加麻的，我就。哦呦。真的非常谢谢。有两位女士帮了很多。对，也是我们中心的五朵金花里头的两朵。对。上一次可能要收钱。哎，对，这次啊，这是大家试吃，对不对？都满意了吧？那下次要收费了啊！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，真的他们。Thank you.
好，我妈妈请出场，好吧？我妈要请我妈妈出来啊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在外面订的，可是我们特别请 Maria 帮我们排出这么棒的一个寿司，好漂亮。好，我妈妈来，我妈妈自己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上公园玩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。哦哦哦哦
妈好。啊，来，我们来为 OK， 我们来为我们唱这首歌。四上来，往前，打头。是不对。几个字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四个字。现在猜第几个字？第一个字。哪第一个字？哎呀！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，安心。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含辛茹苦，对了，哇，真的，俊平跟美秀都好厉害，含辛，好，这个真的是，好，四个字，第几个字？第一个字，他在表演第一个字，啊，五啊，啊，这是形容母亲的，好，你看一下。同音字或者什么？好，几个字？跟大家讲，四个字啊！现在猜第几个字？第一个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第三个字。不能讲话了。不能讲话，讲不完。三个字啊，第三个字嘴巴要讲话。对，讲话。笔画，用笔画，用手笔。这不行。三个字，三个字是什么？画画画画。切。写画勾，好，老师讲几个字？第一个字，好，第一个字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师，你这样子，你还让笔啊？那怎么妈妈在哪里？这么听话的儿子，好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对了，五，四字，好，太好了，第一个字是知，没错了。
You raise me up.